上把也很多脆皮，维克托有盾在没那么好杀，他不脆的，他基本上正常跟你打可以开两个 Q 打到中期的话，甚至再来一个完免什么金身很难杀的。维克托其实有点介于法师跟法坦之间的英雄，看会不会玩。维克托没那么好杀的，不会被阿离爆锤吧？我知道这个弹幕为什么这么问，因为这阿离很克我们，他 W 加速我们 EQ 不好中，而且他的 E 能打到我们 EQ 跟 R， 这一看就是老阿离了。但是没关系，这把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无视英雄 counter 好吧。他还吃了一级的经验助攻，雪上加霜。其实皇子是很难打阿离的，他的 E 能打到我们的 EQ 啊，而且 W 加速你不好杀，现在是 W 还 Q W， 我记得是 W。他这波那个助攻，两个助攻还要再来一瓶，要再加个 TP， 哇，直接血裂开局。英雄克制加经验加药加 TP， 你们说我几分钟能单杀他这把？这把困难模式，稍微认真一下。用一下三层的实力，我单吃一个眼的话，五个兵可以升二的，可以抢波二级了。我先看阿离的 ID， 肖邦一族啊，这不是个妹妹。那我就下手重一点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卡了一下。他怎么会算经验？是果然是个高手啊！他刚才 A 我也不 A， 他不推线。他推线的话，这个线拉长，他被我 EQ 中，他就死了。他不推线的话，把这线控在塔下，我 EQ 就不好中他啊。他都不甩 Q 的，这个人好好会啊。哎呀，铁乌龟，这种人不好杀他。这种人是属于什么呢？打野不来，我坚决不跟你打，那我就控到塔下，我也等打野来。这阿离他不推线的，他不推线我很好杀他的，他不推线就没这么好杀他了。德玛西亚，勇士长。他会玩的这种。皇子打这种脆皮，你只要线一拉长 ，EQ 中就死，就这么简单。他这波兵多的话，就不能 EQ 他了。他现在可能要消耗一下我们。没事，他这波 E 交了 ，Q 也交了，机会来了，看他压不压。但是我感觉他不会压我们。他消耗一玩一套，立马就走了。那就我要把他压出经验区了。直接开干。他应该快好，打一个闪出来，蓝枪过来了。A 闪，我想 A 一下打伤害，再让螳螂挡。不过好像他挡的话，吃这一枪他也会死，那就死我一个就好了。而且我还可以省个闪子呀，这个线是回来的。他自己又回去送了，那还不如我闪现让他死呢。怎么感觉又推过去了呀？我对面的车先死，那感觉好像还是亏了。坏消息是被压等级了，好消息就是他给闪。
刚到五级，我看他吃完几个兵到五。哎，他也刚到五一啊。他刚才好像少吃了点经验，他这么来看的话刚好。我感觉这南墙还要来的，他这个站位啊，他就在勾引我，把我往想把我往右边带。这个人 F6 这边做个眼，他这个太明显了，前面一个打那么保守人突然之间变激进了，没关系，让南墙蹲，让南墙分他经验，这样我待会可以卡六杀他，给他蹲就可以了。他去刷 F6 去了，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要丢个眼的原因。这波只要 Q 中他他就死了， Q 中他我们升六他就记了。这波南墙又来了，哎呀，这种连体音很烦。走位一下，躲个E，走了。我升六了，这波可以打了。我第一时间都不敢打孤立这个人。这等一下一脸上他 Q 一下再走啊，他就等于在旁边看，等我先把人打他再过来捡头。这波我跟一打二 没什么区别，然后我再卡六，哎，玩的就很难受。这样我感觉这个打野这样子还不如不来的，血量太少了，没状态了。应该不会亏兵，这不他没二了，那待会又可以卡他二跟闪杀他一次。这等级又回到一样了。他怎么不回家要死了？这个兵别补，打断一下他回家。OK。如果南墙在上半区，他待会又要来的，我们提前过去做个眼。这逼阿离每他南墙不来，他不会跟我们对拼的。他加速给了，他 E 还在的。我感觉南墙又在后面这边蹲，他这个站位又开始变得有进攻欲望了。每次一有进攻欲望，就是有爹来了。这波给南墙走了吧，这波南墙不在他也会跟我们打，因为我们这个血量有点低了。先卖点血再杀他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呀，一直来烦死了，你再来你死了，我 EQ 他俩跳过来还来，这把兑现一个什么？这阿离叫什么？九尾妖狐啊！这把兑现一个九尾狂徒，法外妖狐。我他有意义了，格马西亚永世长存。得去搞一下南枪了。与其被动被抓，待会不如主动出击，跟不上你啊。啊，开了。兄弟姐妹们，并肩作战吧。
你去打、啊、我来了别怕，直接跳脸射到野怪去了。阿离过来，贾克斯反击风暴，他没二的，再 Q 捅一下巨龙撞击，去右边给他堵了，这 EQ 卡不视野，让他格挡不出来，再 Q 捅一下德邦军旗，他没有二了，你是有点离谱的，加个速了，你在干嘛？我怎么感觉他每次来抓我的呢？我去，怎么塔下可以试一下，我这个雪狼阿离能秒我，但让我刷出盾的话我应该不会死，所以直接大前手再 AEQ 再 A 两下，再 A 一下同归于尽。哎，这两个真的是不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合体对线，太 crazy 了。这两个应该是双排的吧，哪有这么帮一个 TP 阿离的，当面 TP。想吃巨龙撞击了是不是？还有一段 R， 男生又要来了，等他 R 结束了，趁别急。这不反向 EQ 闪，这样能打出伤害。他敢来，定了让他有来无回。右边留个眼，来来来，都来，多来一点啊，这里是没意义的，等一下，他二是没有啊，直接 EQ 挑飞，大框住，他是没闪，再 A 一下，刚才是看过他开二的，先二，他再 E 的话就打断不了了。波比就不跟他打了，波比太克我们了。这波比可以说是最 counter 的皇子英雄之一啊，四大 counter 皇子里面的英雄就有他一个。
先 A 再 EQ 再 A。在巨龙，没事，不亏，他值钱了。他先做眼还挺稳的，刚才连续杀他几次了。这个中野混杀，一般我出输出是不买破剑者的，但是这把还是得买一下。这边混杀阵容还是得来个破剑者。最主要是我感觉这把队友靠不住。这五杠四的螳螂都打成这样了，这一杠五还有零杠七，还有一杠五的泰坦有用吗？肯定是没用的，这把不去打团。打团的话，这波比太克我们了，这 EQ 被他格挡，再一个二被阿离的 E 打断。拉克斯，你也想吃巨龙撞击了是不是？直接二框在塔下，瞬间冰全没了。这就是贪欲的魅力啊！多少移速？三七五，我四零四，他死了。EQ W 减速，心石加速，还追，差不多得了，减速一下，交给这个侠了。残血无言打得过吧？男枪来了，阿离也来了，有男枪就有阿离，我们先论一下。这把既然无烟肥啊，那就给他私人定制一下啊，来个我们的专精装备夜之风刃啊。这无烟只要没有 E 他就没有用。这还有二在，赌一波，跟他换个二没关系，我们 CD 快的，不要让维恩推开就可以了。不管他是E我们的 EQ 还是我们二王在E我们，都可以打断我们的。我们这个波比又来了，我操！给我去下戴德勒，我来收拾这个无烟。我的夜人钱不够啊，全在下，来来来，这男枪要追这个武器，可以杀他，大还有两秒。Surprise！ 这武器咋这么脆呀？你别把人往我这边带，我打不过这个波比的。哎呀，我想吃这个塔，这个塔吃完我夜刃就有了。他们一直把波比往我这边带，我都不敢过去。操，他人在哪？这波比有点狼在一套差不多会死，打两套吧。有破剑者在一套应该不会死，估计要打两套这样。太卑鄙了，直接来围剿我。把夜刃买了，我去下带了。
在下你们团。大火焰都滚脸上了，对。小龙还有三分钟呢，这不要不要直接去打，我可以过来的。这武器有 T 在打，这不我来团吧？这 AD 去下了，没 AD 在打的不，不过这个 AD 就有一个海妖，他也在不在好像也区别不大。对面最肥的敌人死了。可以，我去搞这个格雷福斯。定住。不能跟队友在一起，我这个破镜头掉了，但是这波为了打大龙没办法，大龙是我们的还行，还有个龙种在，我带上你们，小龙刷了我们就再上就好了，镜像带就行。好像就差了个维恩的这个寻宝了。我去把狼收一下。感觉没有黑漆还是不好杀这个波比。有人在偷野好像。捞后一下，你别带啊，你二杠七你又打不过他。真别来，真别来，去！他们来了，我反而变弱了。不是你们去打龙不香吗？为什么就非要来呢？白拉一个龙，就像上波一样。这些人好像都听不进去啊。这一个要一直单带，一个要一直跟我带，一个傻子，一个哑巴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没黑漆还是不好杀，他再打点钱了。180，我还差个100多块钱，黑切打出来就可以杀这个波比了。这我拿的龙被对面给打了。这波比太克皇子了，没办法。我们打到三套技能都不一定会死，感觉不是不一定，是一定不会死。那你们不让我带，让我一个人打团总可以了吧？我一人成团。你妈的，我就少个破剑者被对面杀了。
这波侠不在，我就能活双杀。哎呀，他不要往前来，我跟他破剑者在就好了。哎，我这破剑者加好多双抗的，这会儿加67的双抗。我先打一波一个人的团来，看他们推不推。只要让我一个人有破剑者在就行了。这版本有破剑者在就可以一打几。什么叫我打得过他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你的那个？上波你怎么捡了两个残血头不知道吗？杀的无言不跟杀鸡一样吗？这无言没闪现了，同步一下，下波又可以接着杀他了。有夜刃在，随便杀无言的。我给他们的上等马做掉了。感觉可以硬拆这个塔。阿离的 TP 为什么就不听指挥呀？你们四个团打大龙，我这波杀了一个拖了一个，我好难啊兄弟们，这游戏好难，我要哭了。武器走吧，让我一个人打团，让我刷个破剑者出来。我要哭了，又是一个闪，算里面。反击风暴晕住，再接 EQ。我变脆了。S 他走了，走了。直接双 buff 回血加回蓝，大龙拉一下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来打八龙，集合一波，我去回点血。我好像不需要去啊，对面死了四个，我只需要让把兵线推过去就可以了，打野去就行，打野泰坦去，然后把兵线推过去，让对面去不了就行。对面要龙魂了，那对面越龙魂我们越要带上，一定要牵着对面让他打不了龙，对，就是要给他看到。他们一个人守不了我，这波比已经没 T 了，如果这波比来守我，我就去团牵制一个，这样子。拉克斯维恩杀这两个，怎么还有虚弱啊？没事，都来了，那队友可以拉龙了。我这波就是给他们来抓我的，这样的话他们虽然杀了我，但是吃不了龙魂。这波拉克斯一个虚弱，再给维耶套个盾，秒不了他呀。最后再来一个青龙刀，来两个还可以操作一下，四个就算了。我们战略意义已经达到了。这把护火甲没用，护火甲会被压起身，倒地就已经没有了。这把真男人模式不能倒地啊。
我去抓好这个武元，这武元第一时间没来参团呢。反击，哎，队友终于有点用长大了，我感觉很欣慰啊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上个高地来可以，我猜我的猜完就走。对面绝对不会想到我竟然还没走，这个地方我没蹲过人，这我应该还会带啊。注意点，我没夜刃在了。这不我去拆上比较好，怎么跟我反着来呢？小龙先刷这波，我感觉我队友是人机啊，交流没有用啊，有逆骨啊。那行吧，那你们去上，我去下得了。都交流了半天，屁又没有。都不知道这把谁 C 的你们吗？不团，这队友都不会玩，还要团。直接去拆基地了。但是稳赢的，打团大概率会输。能稳赢为什么要输呢？能稳赢为什么要输呢？队友都不行还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？这把三路全裂的，都靠我们一个人打回优势的。这种时候你还要围绕着劣势点打，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拇哥六啊。这个夜刃太克维恩了，夜刃维恩克星。对面开始赛后鼓励，这个号撞粉号也打完了，下一个撞粉号效率很高啊。